所以你每次我在直播间说哥哥姐姐，那都是有道理的呀，朋友们，你有开玩笑的。叔叔爱你，叫哥哥。搬谁啊？鲁班纳斯搬一下。你个臭弟弟，可恶。怎么来的那么多五十岁左右的？我不知道呀，可能抖音看抖音的成年人多一些。等我啊。小可乐是啥？小可乐是一个那个小游戏，好吧？但我们一般都十二点钟才玩。孩子，我看你直播三年了，从你小时候就看。大仙阿姨超喜欢你哟，是吗？早起，我的马可波罗很秀，这把能不能乱杀就看我了。完了，有一手达摩，我有点慌了。你看这个人就不是很老练，他拿兵，他拿一技能补兵的，他就没我灵性，你知道吧？我抢了个二，你必须打他呀！他直接过去支援了，哎，我醉了，我以为他要跟我抢这个。再给他一串。他怎么不过来？他悟到了呀。我想一想，他拿了个一血。然后我们这边打野也送了一次，河道之灵不知道是谁的。现在你要打他的话，你一定要一技能蹭到他。他还是比较耿直，是刷冰流，那这样就还好，就是那种进攻欲望不是很强，这个人。
或者打输了吧。太大了呀。你需要一技能蹭他两下，然后大招按进化就好了。好，这一波差不多了。我这有点下饭了呀。哎，我是怎么按的这么慢呢？我这个进化。我应该往上面，我接了他一个一技能，这是最憨的。哦，一技能没打到我，这普通攻击把我打死了。我这都顶不住。哎。原地罚站，太憨了。估计没有速击之枪，没有到75的攻速，那个伤害太低了。这怎么打一杠八？那我们这不是要炸了吗？我这要被他压着打了呀。好被动啊，被压着。这啥啊，这就大上来了。看来我下一波只能找末世的机会杀他了。哎呦，好疼啊！哎，你这是能接？哎，我都不敢大上去，我都没有去看他那个虞姬到底丢了那个阵前舞没有。做两个护甲，我必须把他大招伤害扛过去才有资本跟他打呀。哦，他带着二技能跟进化，那我真的是杀不了他了呀。他没有进化了，那还好。不应该吃这口药的，应该直接走了。这波药吃了没有意义。刷波线，辅助上来了，辅助上来还好，那个打野在下，他应该在草里面吧，扫他一波。多点他，这挺逗的呀，这个人他在想什么。他都没被动了，跟我这样玩。可
可爱。哎，露头露早了呀！哎呦，他这血线掉下来就不好打了呀。这就无语了呀。那我这个塔只能让了呀。又只能这样尬拖了，拖机会。他有进化，我好像杀不掉他呀。5200，他5800。刷兵刷兵。不是吧，两刀已经把韩信给秒了。哎，我这后面是怎么回事啊？这盘要炸裂，真是玩得烦。他这个属于浪了呀，再给机会。啊，这个二技能，怎么玩的烦啊？下去啊。这明显别人就在打那个黑暗暴君队友没有想法的。这李白在那边疯狂刷大，我真的醉了，这不杀这个李白，挑他呀。
这么拿主宰，老弟。哇，你可真行！还给我，漂亮！先拿这个主宰啊，他们那个浪了，我们有机会的呀。兄弟们有机会，沉着冷静。可以，我的队友受到了我的鼓舞。哎，你磨叽半天，你能不能好好刷兵啊？我真的服了呀！我早知道不张嘴了，看他动了半天，在家里挂起来了呀。哎，我真的是烦呐！别挂机呀！打游戏，打游戏。这个虞姬真的烦，不好打。完了，哎，没完啊！他为就为了贪这个红，好像还行啊。
就拿着留给韩信啊。出这个敦煌出了半年，要把魔女卖了换复活甲了。他们少个人，我们可以尝试去拿暴君。我去浪一波，咬到了呀！他还会越，这不会越等死，一波了呀！这不就翱翔起来了吗？嗯。我又站了出来，朋友们，但还剩个李白。这好像还得一波啊，李白守线。哇，这个他没死，好命。我这血线是半天养不上来了，打龙王吧。嗯，哇，六呀，这个人也站了出来。这给他们不要，就这一波了呀，朋友们。他怎么站在这里罚站呢？他有复活的，哎，他没复活。可以可以可以，点塔点塔。直接雷电惩罚呀。嗯，他们这波渡劫了呀。进化。嗯。GG了，GG了。这还是打常规射手好赢啊，把我吓死了，我就好怕他又切出来看直播，然后切着切着我们人就没了。希望大家多多关注，多多转发，拜拜。